用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是信义乡的巨峰葡萄，好、哦，这个是我们吉吉本地所产的那个火龙果，这也是吉吉我们本地所产的柠檬，这个叫做四季柠檬，无籽柠檬。所以说我们这边做冰淇淋都是完全采用最真实的一个水果去制作的。其实好吃的冰淇淋不是你额外添加一些油跟没有的，你只要用最原始的方法给它呈现出来，哦，它就是很好吃。越是简单的东西，越做出来就是好吃。来，吉吉可以来吃一下这个冰淇淋。那我特别推荐我们使用吉吉山椒跟火龙果制作的吉吉双薄口味。然后也吃得到很天然的味道，就是真的没有加那种色素啊、香精。然后重点是老板试吃很大方，要赶快来吃。